黑火焰。哎、欸，我直接进去了、欸，我完全不 care 它是什么东西。火加三速隐藏成就，很轻松吗？要洗剂是不是？轻松打，要洗剂是不是？我还是没差，无脑压。哪一关要用到火油啊？是有一关要用到火油，是不是？可以稍洗一下。这里可以洗啊，有点痛耶，可是他好像也不会打死我。第几关？啊！火屋很给力，第三哦，第三，哦，你说我第三抽是还是什么？哪里要火焰？哪里要火油侠啊？光盘的是游侠，游侠要哪里？龙队慢慢洗，这次下注压安全牌，第七关哦，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哎，是第六还第七？六还七？这个哦，隐身盾的材料是不是？那这个就不用了啊。我不知道有拼图盾耶，怎么办？我有点害怕拼图盾。还好只有三康也可以带走，可是我这个压血压得太低了吧。啊，这是啥？我看一下，数颗相同的腐蚀。
这样有十五颗吧，二十六八十，哦，超过了。再来看看，好啦，开这个变身，轻松，真的是轻松过。可是这两张卡，你们不是说还是要练吗？他还说，哎，你们是这两张还是要练？变身再打转。好，现在剩下三鼠跟队长队友都要是狩猎，好，好，来抽卡，爽爽过。